压走的。各位，我现在呢要唱一个很有趣、非常有趣的一首歌送给你们，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必须，好不好？必须要放音乐给你们听。那这首歌就叫做《地质》，没错，《地质》。老生要唱《地质》给你们听。那话不多说 ，Yeah， 这首歌我要献给我的好朋友林美花，还有好好听音乐星球，因为林美花想要知道什么是 this， 什么是 this， 但是我真的不会 this， 不会 this， 我会地质，我会地质 ，Yeah。Yeah。来，是不是很美妙？很好听吧？真地质叫声哈，以为我要唱地质是吧？给你们听什么叫做地质。